现在从哈嘎垭口、哈嘎拉垭口下去格布村了。爬坡真的是爬死了，还好后面的这个路还挺好的。对面可以看到雪山，上面好多雪哦，还很亮的反光。这边真的很好看，这边奇形怪状的那些山。这么多沙子，我还是放慢一点吧。下面好多棚子哦。这路就一开始看着还好，后面竟然是这样子。我也难怪哦，山上很多落石。哇，下面是很多那些铁皮房，还有牧民放牧的，他们放牧的时候或者采虫草的时候就住在那里面。如果在外面搭帐篷的话，可能会遇见狼或者其他的危险的动物。如果有铺装路面已经很感动了，老实说。这几天被折腾的不成人样了，我只想说。牦牛啊，人好开心哦，好多年没见到人了。哇，真的有人住在这帐篷里，是来放牧的这些人。不放牧的时候，这些棚子就是空的，就像我在安久村下面那边见到的一样。
几天没开，好几天没骑车了，不敢放快了。老实说，真的，对自己技术没什么信心了。太久没骑一点正常的道路了，真的很感动啊！我现在，波密乡虫草采挖点，还有党支部嘞，共产党真是，哇，像病毒一样无处不在。不过它虫草采摘确实是这样子，不是你本地的人，你就不能来这个地方。底了吗？又要爬坡了吗？坡也是这种铺装路面爬的舒服。刚刚好像就是这座山，它后面有个雪山，等下回去查一下是什么名字。手机有没有信号？还是没有信号。
这边搭的这些棚子看起来就丑多了，比山那一面的颜值要低不少。哇，真爽！鸡吗？今天早上过河过了好几次，烂路，刚刚推那车，哎呀，真的是给我折腾的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看一下 Strava 我有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。哦，刚刚没去那个哈嘎拉错，没去就没去了。下坡下得这么爽，而且那些个湖老实说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已经看了很多了。哎呀，那些动物应该是野生的鸡吧，我觉得啊，这种野生的这个区域的那种类似于鸡的生物。老实说啊，要是那一面也是有这种铺装路面的话，那个绕格聂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惬意的骑行或者自驾游路线，真的。不知道到格木之后然后再走到那个冷谷寺那边，那我可能要经过那个什么什么峡口，什么什么崖口，那个地方也是海拔4700-4800左右，就不知道那里是不是这种铺装路面。那如果是的话，压力其实还挺小的，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去死吧，真的。
大的逆风啊，我头都吹痛了。看雪山呐、啊，
种缓下坡，硬是被吹到14公里、13公里。哎，骑个屁呀骑！就不见我上坡的时候这么大风了。这边都有这么好的铺装路面了，应该不会过河了吧？就不用自己推着车子过河了，我猜。因为我看 Strava 上好像前一段有个地方要过河。
今天好多树哦，有鲁朗的那种感觉嘞，到处都是树树树。拍个照照，哎呀！